兄弟，你是哪个部队的？报告长官，第七军，172师三十八团四营五连二排上师班长王金水。嗯，长官，我们刚七军，我们师全没了，几万兄弟全没了。啊，刚七军还要重建的。 到家了。逝者如斯，山河已久，再好的马也得吃回头草啊。经理，白梅，这是榴莲，是水果之王，是女人的滋阴大补品呐。 这水果吃惯了，会像鸦片一样上瘾啊！味道有点难闻，可吃起来很香甜的。白梅，吃上瘾了，以后回到北方可就吃不到了。哎，仗打完了，跟我去海南吧。 做你二房啊？想得倒美！不是，只要你答应，那个黄脸婆我有办法。要不是看在她对我父母还算孝敬，我早就把她……报告，进来。处长，黄雀行动已布置完毕。嗯，看紧一点。如果共党溜进医院把她杀死了，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。是。 龙城七号，他醒过来的那天，就是你的末日。白梅，嗯，准备一下，跟我去趟医院。好。李科长，把那个活着的家伙再提审一次，来点狠的，争取再撬出点东西来。是。去吧。 长官，这位是林秀山，这位是刘洞庭，是当地反共志士。二位请坐。白长官，他俩山里人，没念过书，但手下却有大批的党国忠贞志士。维持地方秩序，肃清共党匪谍，就仰仗二位了。白长官放心，谁敢私通共匪？ 我杀他三代祖宗！好汉，乱世重典气壮山河。他们两位是什么职务啊？桂林绥靖公署第二、第三支队司令。好，即日起二位晋升少将。谢白长官。白长官军务繁忙，二位请回吧。啊，白长官，谢白长官，谢白长官，谢谢。 兄弟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两个人渣，土匪。眼下非常时期，鸡鸣狗盗之辈，只要肯打共军，就是党国的忠贞之士。哼！现在回单位吗？这白崇禧突然来龙城，一定有目的，得赶紧把情报送出去。 你把情报送出去，我回单位。好。
哎，处长，处长，请。处长，招了几句，又昏迷了。 白崇禧到柳江，驻中国银行，其余待查候报。谁送来的？哦，是警备司令部的朱焕章。就是刚参加民主联合会的那个人。嗯，可是白崇禧这个时候来柳江干什么？跟他一块回来的。 应该有咱们的人吧？哦，我的一个老同学，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分别的时候，他说跟白崇禧的部队打仗去了。啊，小吴啊，你们俩的关系，组织上跟我讲过，我也帮你了解一下。另外，你让熊元清通知胡锡恒，今晚。 处座，通知各兵团司令，明天上午开军事会议。是。哎，韦参谋，到。你是柳江人？是的。家里还有谁？我就一个妹妹，在自来水厂工作。哦，离家很多年了吧？这次恐怕你还是回不了家呀。军人嘛，军队就是家。嗯。 我是桂林人，这次路过家门口，我很想，哎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了。处座，您是说我们要撤出广西？就这样，抓紧工作。是。 东西到柳江了，老梁通知今晚在电厂老地方开成工委会议。好。韦参谋。啊，白小姐。在忙呢。啊。你看，这是你们老家的特产啊。哎呦，这香味可太迷人了，你闻闻。哎，别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给你带着。别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那，挂这儿吧。 白小姐，嗯，怎么有闲工夫到我这儿聊天？韦参谋，
是张处长说有事儿找你帮忙。什么事儿？啊，就是在桂林破获的那个共党组织啊，跑了两个，抓了一个活的，还有一个被打伤了，躺在医院里。他招了点儿，说是在桂林中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你。嗯。不过因为伤得太重，说了几句就昏迷了。张处长的意思是说，您是他的校友，等他醒了之后，想让您去审审他，好，看能不能问出点什么来。嗯。嗨，反正啊，小心点，别跟这些人沾上点什么。仔细想想。好，你跟张处长说，我一定协助你们办好。那好，我走了。横堡一战损失了四个精锐师，特别是刚军第七军损失严重，但是我们还是返回了我们的福地广西。广西军队能吃苦，能打，敢打。老蒋，我们能打。日本鬼子，我们敢打。共军，我们一样打。抗战时期我就说过，要积小胜为大胜，以空间换时间。这几十年我们在外省吃过亏，受过重创，可只要我们一回到广西，马上就可以东山再起，杀出广西，纵横四海。这次西南攻势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，秦司令，对柳江地下共党和那些可疑分子要尽快大搜捕。是。王司令，准备40吨 TNT 炸药，在我们撤退柳江时把所有重要目标全部炸掉，特别是发电厂。是。好了，今天就谈到这儿。起立。就按既定的方案办。好，我看这样行。快！哎，来了，坐坐。哎，坐。哎，路上还安全吧？还好，还好。啊，那好。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啊，主要是啊，分析一下白崇禧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柳江。白崇禧是桂林人，与李宗仁、黄绍竑是同学，被称为是新桂系的三大巨头。1924年的时候，与旧桂系在广西的上垒打了一仗。白崇禧作战英勇，桂计多端，大获全胜。就这样，新桂系终于统一了广西。这一年，白崇禧31岁，就被誉为小诸葛。李科长，处长，谁是龙城七号？打晕了几次，也不肯吐露一个字。大梅，啊，回去休息吧。明天上午开兵团作战会议，早点做准备。好。这一个醒着的，打晕了就是不招；这晕着的，想招吧，就是不行。共党难对付啊。报告。进来。长官，
国亮，长官，今年多大了？28岁。28岁。上雷战役那年，你刚满3岁。别站着，坐吧。是。上雷战役，你父亲殉职的时候，我记得也是28。你爸爸是我最好的卫队长，可惜啊，英年早逝。啊，当然了，也用不着看到今天的结果了。国亮，你有没有去看看秀山？他今年多大了？26了。有婆家了吗？都几年没回家了，还真不知道。你不想回家看看吗？军务繁忙，不敢因私误公。哎，无私何来公啊？抽空回家看看，给你半天。我给你个时间，2个小时。谢长官。不，谢白叔叔。好了，国亮，叫张处长过来一下。是。白崇禧啊，在北伐时期任副总参谋长，参加北伐的8个军当中最能打的是叶挺将军的广东4军的铁军和桂系7军的钢军，后来7军就成了白崇禧手上最硬的王牌军。可这支钢军在上个月的横堡战役中就被解放军彻底歼灭了。怎么还不休息啊？睡不着。国事日非，寝食难安呐。金强，在你眼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好军人，好舅舅。还有呢？反蒋硬汉，抗日名将。还有一条，反共老手。那是共产党对您的诬陷。哼，敌人的评价往往比自己人的评价更准确。论反蒋资历和次数，我是国军诸将中第一人。8年抗战，412清党，皖南事变，我都参与过。老蒋忌我，鬼子怕我，共党恨我。天地之大，只有家人爱我。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。说吧。哎，莱芜一战，我被共军所俘，是您托人向共党说情，我才重获自由。看来他们还是讲信用的，他们也是希望您能联共反蒋。舅舅，您考虑过走傅作义、陈明仁的路吗？幼稚！和老蒋打了那么多次，只要老蒋吃不掉我们，桂系仍可以存在。但是共党呢？共党是要把老蒋和我们全吃掉。可一旦退守台湾，桂系远离广西，我们还能生存吗？退守台湾还有机会反攻。投共虽然可以保命，但永无翻身之日。如果你想投共，我不拦你。我的命是您给的，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哼，这才像我的外甥。报告，进来。那总得想个办法
搞清楚白崇禧来柳江的真实目的呀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弄清楚他来柳江到底要干什么。另外，在他身边的确有我们的人。叫什么？龙城七号。龙城七号。张处长，你手下那些人就以为靠严刑逼供有效果吗？共产党里也有胆小鬼，受不了了就乱咬人。都是些什么人？四个共党，跑了两个，抓了两个，一个正在审，一个受了重伤住进了医院，他想活命，要求我们救他，可惜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，就招了一点。长官，这个人在桂林中学读过书，还从龙城七号手上拿过情报。那就盯紧了，一醒过来就马上审，地点要保密，不要让共党知道了。是。长官，我想让韦国良去医院跟他见个面，让那个人直接指认他。不用，等他醒了就秘密审讯，可以先拿照片让他认。是。离开柳江之前要弄个水落石出啊。唉，难以接受啊，跟我这么多年了。另外，你尽快拟定一个柳江地区的潜伏计划，这块后花园得有人打理呀。是。国良，草场上的匆匆一别已经过去六年了，你虽然从我的眼前消失了，但却出现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。为了新中国的解放，我们战斗在不同的战场，虽然没有你的消息，但我依然感觉到你就在我的身边。秀山，战机吃紧，各厂要马上成立护场队。护场队已经成立了。好，水厂和电厂是敌人退败前重点破坏的目标，上级指示，一定要保护好，迎接解放。放心，都是党员和骨干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小心点。恒宝一战就像一片乌云，遮住了很多军人的双眼，他们忘了就在秦树坪，我们还狠敲了共军的脊梁骨，取得了永丰大捷。现在第二个永丰大捷的战机就摆在了面前，我们要实施南线攻势，吃掉南线的共军，这样后退的路线就彻底打通了。
我命令十兵团放弃桂北，退守两江上游，掩护南线攻势。是。一兵团、十七兵团停止援前，转为阻遏共军南进。是是。十一兵团继续占领灵溪和支北高地外，其余由主力由荣县向信宜攻击。是。第三兵团向化基州及茂名攻击。是。现在是11月21日9时，攻击发起时间为23日拂晓。是。南线攻击乃我生死存亡之所系，胜了则有大批美国援助到手，败了，有句老话听过吗？生在苏州，住在杭州，吃在广州，死在柳州，柳州的棺木是天下第一啊，失败了连棺木都得不到，死无葬身之地啊，大家听清了吗？执行吧。是。黄坚你留下。是。长官，大战在即，我想回家看看。好吧，快去快回。是。韦参谋，会开完了？对啊，开完了。这么着急要上哪儿去？好，我回家看看。再见啊。嗯。白长官面谕，要在几天内肃清柳江土共的活动，确保军事行动的安全。朱主任，你马上和警察局王景怡局长联系，把他手上犯罪嫌疑人名单要过来。郭参谋长，你马上拟定一个全城戒严搜捕的行动方案。是是。长官，需要点什么吗？里面请您。你们老板在吗？老板。啊，长官，我姓周，有何关照啊？好，周老板，你这儿能不能帮我找到七窍十三孔的怪石啊？哟，这不好找，这要找遍柳江八窍九峰十六孔。有期货吗？有，在乡下。来，您这边请。老板，帮我拿两包点心吧。啊，好好啊。这是白崇禧的作战计划和南逃计划。啊。嘿，您拿好。你被叛徒出卖了，很危险。
上级准备让你撤退，就撤到这儿。如果有意外的话，就去关帝庙旁边的小酒馆找宋老板，暗号照旧。知道。哎，长官慢走啊。慢走啊。哦，老板，跟你打听个人啊。您说谁啊？他叫吴静心，是桂林中学女子班的。不认识。好，再见。慢走啊。走，进屋去吧。这份情报很重要，一定要交给上级组织。小李啊，你马上通知吴记者来这里取情报。好。船家啊，送我去对岸。好。您坐稳。好。坐稳了。好。秀山，啊，哎，哥，哎，哥，根据情报内容看，和我们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，白崇禧就是要准备南逃。可是，他在柳江要干什么？还不清楚。哦，小吴啊，这份情报就是他送过来的。龙城七号就是他。我知道，因为组织纪律，你们很多年都没有见面和通信了。这几年，他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。哦，我刚听说桂林的一个小组被敌人破获了，叛徒出卖了他，他很危险。啊！因此，上级指示我们要协助他从敌人阵营里撤退出来。这样，你们过两天就可以团聚了。送他出门的时候，他让我找一个叫吴静心的人。我说不认识，请你谅解，这是组织纪律。哥，自从母亲走了之后，
我就搬到了大伯这里住。你看你，这么多年，你也不回家看看。外面战火纷飞，我常年跟着白长官打仗，哪有时间回家呀？我有今天，一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二是白长官也照顾父亲的面子。嗯，现在柳江就快要解放了，你还跟着国民党干？我告诉你，我可参加了护场队，要让我的工友们看见了，你让我这个做妹妹的脸往哪儿搁呀？快了，快脱下这身皮了。秀山，你就等着哥回家吧，啊？你是要当逃兵吗？这样的话，他们不会抓你回去吗？啊，哦，你的意思是，等到柳江解放了，你再脱下这身皮？好，妹妹，嗯，你帮我打听个人吧，她叫吴静心，是桂林中学女子部的，好吗？是女同学，啊，也穿着和你一样的皮吧？哎，要是这样，我可不帮。好妹妹，你就帮我找找吧，哥求你了啊！哼，除非呀，她是嫂子。那，等你帮着哥哥找到了，你自己问他吧，啊？哦，还有一件事，咱们大伯是不是还在酒厂当大师傅？嗯。这样，你帮我准备几瓶好酒，我想送给白长官，行吗？嗯，行。你的人都看清了，他买了点心就直接回家了。是的，家里只有他妹妹。哦，医院那家伙醒了吗？还没有。看紧点，别出漏子。是，去吧。报告。进来。工兵四团前来审批40吨 TNT 炸药的批条。有团长手令吗？有。记住，安装炸药时要通知我，我要到现场检查。是。白小姐，嗯，这是柳江的爆破计划，你多打印几份。好。嗯，不用了。伪参谋，哎，二柱啊，啊，沈不峰，我把你推到这儿来了，到我那儿坐坐，晚上咱们俩喝一杯，
不行，我还要赶去火车站仓库领40吨 TNT。40吨，炸什么用得了这么多？哦，卧军务在身，先告辞了。啊。真巧，会议开完，他就回家了。我就是在会开完以后才批准他的。白长官，我理解您的心情。他父亲是您当年的卫队长，在上雷战役中阵亡了。韦参谋那年才3岁，他妹妹还不到1岁。他们兄妹读书，还是您一直负责的。他在桂林中学毕业后，我又送他到成都陆军军官学校读书。抗战一结束，他也毕业了，然后就一直跟着我。可以说，他算是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。陈布雷先生眼皮底下的亲闺女还是共党分子呢？哼哼，当然了，在这种非常时期，多个心眼儿也属正常。白长官，爆破计划已拟好了，不过我还没发给王司令和秦司令，我在等您的意见。这次行动是做给共党看的，不能泄露了秘密，等我们离开柳江时再执行。是。哦，还有您要的潜伏计划我也弄好了，为了保密我亲自手写的。今晚务必把搜捕计划的情报送给周老板，这份情报非常重要。另外我们还要拖延实施的时间。好，天一黑我就过去。路上小心。嗯。报告白长官，美国梁求见。啊，光良，见到你妹妹了？见到了，她已经长大了，现在在水厂上班。母亲走后，她一直住在大伯家里。嗯，好。国良，告诉你妹妹，这几天不要去上班了，都不要留在工厂。柳江共党到处捣乱，留在家里比较安全。嗯，好。哎，长官，这是我大伯在酒厂酿的老窖酒，都已经10年以上了。我妹妹说一定要送给您。国良啊，看看可以，我是个忠实的穆斯林信徒，不能沾酒的。啊，对不起，长官。您不喝酒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好，这瓶酒我留着，等计划成功了，我就用它来祭奠为党国牺牲的弟兄们。张处长，哟，韦参谋，忙着呢。哎，柳江老窖，10几年了，怎么样？去喝一杯。哎，白长官有令，晚上不能擅离岗位啊。
白长官那儿，我去说。走吧。那白梅一起去，晚上都没吃饭呢。好，一起去。哎，走走。老朱啊，这份情报非常重要。小李，你要马上把情报送出去，一定要抢在戒严大搜捕之前，明天让他们家家都扑空。好，那我这就去。小心啊。我们也想尽快搞到敌人破坏柳江的计划。听说这个计划很保密，由白崇禧身边的张处长亲自指挥。我得赶紧回去了，一会儿秦局长还要来视察工作。我先走了。啊，那好，千万小心。行。我们要是早一天知道敌人的计划，就把它登在报纸上，让敌人的计划彻底破产。小吴，他一到这里马上由山里的游击队接走，转移到安全地带。他的出走啊，肯定会惊动敌人。为了你俩的安全，根据组织原则，你是不应该来见他的。但是我想好了，就特批你一次，明晚8点半你可以来见他。谢谢组织关心。我马上还要到电厂去布置工作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哎，几位长官，这是我们本店最好的下酒菜，是柳州特产牛喇叭，请慢用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白梅，这仗一打完，跟我去海南吧。跟你走，那我父母谁照顾啊？你家乡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，他们搞共产共妻，你回去供给别人了，还不如做我的二房呢。我爸是做生意的，共党要供还不是要跟我爸做生意啊？你还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？白小姐，你真是狗撵鸭子上不了架呀。杯弓箭蛇影，这就是我的工作，我的政治生命啊。对影成三人，这也是我的信仰，我的人生态度。我张某人何尝不想卸甲归田，静养故土。听说白长官要往海南走，我高兴啊，终于可以回老家了。不过对你老兄的命运，我可是耿耿于怀呀。承蒙兄弟处处惦记着我，不过眼下时局混沌，星斗难辨，但愿你我不要各为其主，各一江山呢。啊，今夕何夕，举杯消愁，这才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白长官说这柳江的棺木好，咱那几十吨的宝贝儿一响，这棺木在柳江可就成了洛阳纸贵哦。不过好钢要是用在了刀刃上，你张处长的计划可就妙笔生花了。
当然，这柳江嘛，砰，天女散花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来。好酒啊，这剩下的送给我了。行。爸爸妈妈，我随部队已经到了南方的广西柳江，家乡该是寒冬日子，快要下雪了吧，可这里还是夏天，河水清冽，绿树成荫，我一切都好，请二老放心。白长官要求大搜捕行动和南线攻击同时进行，也就是今天凌晨到拂晓之前，请王局长和秦司令调集全柳江的警力，分区分片执行戒严，展开批捕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王景松司令，请你派兵守住柳江各出口通道、桥梁、车站、码头。我明白。40吨炸药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实施地点也拟定完毕。为了防止计划泄密，我会在爆破前2小时通知各位。诸位先聊着，我失陪一下。白长官，大搜捕行动今晚开始。这些事由你来定，不要再烦我了。还有件事想跟您汇报一下，我查到一份招供材料，说到一个人抗战初期在桂林中学的时候特别活跃，年龄特征很像龙城七号，极左分子利用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学校中搞赤化。可以说桂林虽是抗日名城，但很多文人和共党分子都在四处活动，那时候连中统军统的人都插不进来，却有一个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。如果龙城七号真是他，那赤化的根源就在桂林了，也只有那几年他不在我眼皮底下。那您看，还是老话一句，严密监视，他要是共党一定有所行动。他的照片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不行，先待命。爆破名单现在不能下发。处长，这份名单要多出几份吗？哦，不用不用。处长，他醒了，醒了。什么？醒了？走。
照片忘带了。白梅，你偷文件！站住！说，你是谁？龙哲，姐。立即戒严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走出大门半步。和人民继续战斗下去。
你快说，谁是龙城七号？快说呀！这么晚了，人还没来，一定出问题了。大家马上离开这里。哎，小吴，你等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你还是回去等消息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为了今晚的重逢，你已经苦苦等了六年。你是一个老党员了，不管是什么后果，我相信你都能挺得住。请组织放心，我能挺过去的。身为军人，一切以军令为重。等仗一打完，我就回家看二老。爸爸的哮喘好点了吗？我买了当地产的罗汉果，听说专治这种病，还给妈妈买了龙眼干，她可以安心神、养气血。明天就寄给你们，女儿白梅。长官，流血太多，当时就断气了。本想留个活口，才打他腿上的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共党归共党，父母归父母。明天，帮他把这些信和东西寄回他的老家。尸体就埋在柳江。是。医院那家伙也死了。医生说他今晚醒过来是回光返照。回光返照？屁股还没有坐热，就冒出个内鬼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还怀疑这个七号在我？怎么在你身边？长官息怒，卑职有过。岂止是过，是罪过，罪过。挖出来也好，省得你一天到晚捕风捉影。龙城七号是他自己口说的，也没什么证据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谁是老爷子？够了！现在共军大敌当前，我命令你把重点放在秦局长那边，配合他们展开我们的行动计划。快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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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医生，小英，转，跑跑走。没有发现情况，继续搜查。是。报告。报告，没有发现共匪，继续搜查。是。七号出了问题，这么晚叫你来，主要是跟你商量一下关于七号的事情。你吩咐吧。你马上通知韦国良的妹妹秀山，让他明天上午去银行找他哥哥，从侧面了解一下实际情况。白崇禧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妹妹。
计划是你定的，一个人也没抓到，你这里肯定有内奸。计划你们的人也参与了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们内部不是也出了一个龙城七号吗？你这是乱咬人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长官，我找韦国良参谋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妹妹，我给他送了点吃的。等一会儿。喂。我知道了。秋山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你这么多天也不回家，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来，秋山，你去城北码头边的洲际杂货铺，给咱们大伯去买两盒绿豆糕，老板姓周，记住了。行了，我还忙着呢，你回去吧。他能留下来继续工作，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，来之不易呀。小吴啊，今后你们见面的机会可能就……共军主力已经从贵阳和广东的连江方向进入广西。南线攻击是我们唯一的生路。军总，时间到了。我命令，南线攻击开始。一个将军最痛苦的事，就是下命令去打一场赢不了的仗。我们虽然还不清楚敌人破坏柳江的详细计划，但是今天的会议照常进行。你们都是各民主党派的爱国人士、进步学生和各场的积极分子。眼下大半个中国都解放了，我们一定要阻止敌人在柳江的破坏活动。大家现在要马上行动，成立护场队、护桥队、护路队、护校队。我们要保卫柳江，保卫柳江的人民。长官，国良，过来坐。哎，国良，说心里话，我是不想让你离开我，但目前的局势你都看见了，黄杰一个人在实施南线计划，这让我心里老不踏实。我想让你明天晚上出发去找黄杰，协助他一把，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你和张处长是我的左右手，这下你们两个都走了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。张处长也走？让他帮我打理后花园。你去准备吧。是。张处长。是。你告诉王锦颂和秦振，让他们明天上午以桂中军政区和柳江警备区的名义
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向全市的老百姓安民告示，掩护我们的南线突击计划和柳江的爆破计划。遵命。小张，过来坐。小张，我有个想法，考虑了很久。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功不可没呀。可眼下要暂时离开了，为了日后重返故土，夺回江山，我想让你留在这里。我知道你想回老家，你放心，等你扎稳了，我就派人过来接替你。这里的弟兄们都替你安排好了，共党会把你当成积极分子，你的任务就是在这里发展一张新的谍报网。谢长官栽培。那龙城七号的工作撤销吧。小吴啊，这个记者招待会你可以去，但愿能见到他。不过千万要控制情绪，绝对不能连累他。他可是我们埋在敌人心脏里的一颗定时炸弹呢。万一见不到，你可以写封信，我让组织转给他。景欣，我又即将奔赴新的战场了，虽然还没有你的下落，但我坚信你一定能收到的。为了革命事业，我们俩都把自己埋进了彼此的心灵深处，那里虽然黑暗，可是新的曙光正一点点照亮着我们的未来。我期待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，期待着我们的重逢。国良，我们近在咫尺，却无法重逢。那我就用笔来触摸你的心灵，用感应来承接你的呼唤。你的身影战斗在敌人的阵营里，但你的灵魂却闪耀在我的心底。为了革命事业，我愿意在已逝去了几千个日日夜夜漫长时光的征途上继续等待你。好了，我的话就讲到这里。最后，我代表白司令和桂中军政区感谢各位媒体同仁的到来，希望柳江的百姓不要误解我们回家乡的意图。尽管眼下战火纷飞，时局飘摇，但是有蒋委员长在，有白司令在，我们就可以同舟共济，建设家园。第三兵团，第三兵团，请报告。第三兵团，请报告。第三兵团，第三兵团，请回话。第三兵团，第三兵团，请回话。我们的南线攻击共军已经变成了
共军夹击我们的南线。共军攻击我太平区的军政区第十五专署和保安团。共军都到了柳江的前门口了，柳江恐怕保不住了。张处长，这就要走啊？军务在身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龙城七号，同志。拜谷，牛僧马伯。张处长，今日一别，不知道何时再见。怎么样，兄弟，请你喝一杯。怎么不给面子啊？走。兄弟，今晚不能再喝了，有任务啊。那门口的兄弟还等着我呢。张兄啊，古人云：愿赴愿兮远山去，去赴去兮长河梅。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，你我今夜一别，何时重聚，渺然无期啊。红蓝瘦露，青丘离霜，我是寻曾萦而空也，抚锦木而虚凉啊。国良，你心里明白，如果不是党国的事业江河日下，你我对尊的地方早就在你的鬼门关门口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张兄对我是心存芥蒂，你是想提着我的脑袋为你加官进爵，对吗？正是因为党国现在的事业日落西山，我哟，白梅来了。你这是龙城七号？我是老爷子。能找到七窍十三孔的怪石吗？得找遍柳江八窍九峰十六孔。快把他拖进去，把他衣服给脱了。好。
再见，都保重。请把这封信交给一位叫吴静心的小姐。好，都保重。同志们，我们终于拿到了敌人爆破柳江计划的情报。今天解放军已经在太平区和刘北人民解放总队胜利会师了。好，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桂中军政区第十五专署还有保安团，已经到达了柳州的门户沙浦。太好了。是，军座，共军已经到达沙浦。唉，柳江大门终于打开了，去机场。是。等等，通知王景颂的工兵四团和秦镇立即执行爆破任务。是。另外，通知黄杰尽快进入越南。是。是。是。请长官放心，我一定执行。郭参谋、朱主任，立即启动爆破柳江电厂及其他重要设施的计划。是。几年的老窖怎么搞的？像酒，像故乡的味道。舅舅，车子准备好相见时难，别亦难。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是谁写的？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？是诗人李商隐讲啊。仗一打完，我就去麦家朝圣。这是我这个伊斯兰教徒一生中的最高境界和追求了。